欢迎收看标股日报，今天是12月4号，我是主持人庆恩，在我旁边的是大成 Rich 许博士。Happy to be rich， 大家好。好，标股日报呢会在前一天提供你5档股票，是的，你没听错，不是4档，也不是6档，就是5档啊，只怕你没有胆在前一天买到好股票，赶快加入标股日报，财富才会早点到。好，昨天晚间呢，韩国是发布了这个宣布了戒严这件事情，结果在6小时之后呢，就又宣布了解严呐、啊。那市场原本很担心说，哎，今日的股市啊会不会不好？哎、嗯，但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今天开盘就是开红盘、啊，然后目前是涨了100多点哦。哎、嗯，那投资者如果你觉得很担心的话呢，该怎么办呢？嗯、就是赶快加入我们许博士的团队，加入我们的标股日报。哎，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前面的投影片，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明白了，我们连续10天华冠涨停啊，太厉害了，先拍手先拍手，真的太扯了。来、你到底要去哪里找到一位分析师可以给你10天连续的涨停股？有谁？我这真市场上真的只认识许博士有办法给我们这个这么好的股票诶、欸、因为我相信今天一定有新进来的这个观众，你们真的可以去回去看一下，因为昨天啊这主持人的长针眼、不适合来上来录影啊、那您大家也有加入那个标股日报，也都可以看得到，其实许博士都一直有在推荐华冠这一档股票、那你也可以看前面几天的影片，也都是天天都在说哇恭喜华冠恭喜华冠，我们今天又要再恭喜一次华冠。好，那许博士我们大概也还是啊说一下吧，要说一下吧，啊，每天18跳空涨停，是啊，是不是？啊，每天你就醒来就10%，是啊，9点就10%，是啊，9点2分，啊，太快了，每天都是这样子哈，啊，每天是这个10天涨停，已经是100%，100%，哎，超过，对啊，是啊，太扯了。那这是8天的时候嘛，我们还是有录影嘛，你录影再去看一下哈，是啊。啊，前两天的 YT 节目去看一下，我们都有嘛，哈，对，持续都有讲啊，持续都有讲。那我们是11月10号的时，11月28号啊，这个时候就选择就盘后就开始推荐哈。那你看，那这个股票这个啊，技术面就是很强了 啊，不用看了哈。那个外资跟内资持股哈，也都没有动过，不卖了啦。啊、不卖了，还在飙，还在涨啦，是嘛？明天就10%了，还卖什么？哇，是不是？现在就10%了啦，是嘛？就10%。哇，天哪、啊，太扯了！啊，你每天就是买，就看着买，就买就对了啊。是啊，那华冠它是做什么类型的？怎么会飙成这样啊，许波？是手机相关的啦。哦，啊、手机怎么？它是整个手机的制造，哎，是。它、因为哈、有一个这个转型，它是转机啦。转机股哈，就转机股特别会飙了，因为它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不好，那就、那后来现在是重新上来，它是落后补涨的部分，是就是说现在是是转机股哈。好，所以大家如果你很担心说，哎，不了解这公司层面的话，对，是是，你绝对都是可以加入我们的标股日报，打电话进来，来02-7725-1393，我们都会有助理哦，来帮你协助你怎么样如何加入标股日报，赶快加入我们的许博士团队哦。好，那我们华冠讲完了，是，其实今天哇。我们其实我刚刚是有听到啦，6只是涨停，可是我们时间没这么多，我们今天就讲、我们看能不能讲到5只啦， 来不及、我们就讲3-4只啦、好，那就下一只。现在呢这个是3202的华晨。华晨、那也是开盘跳空。它其实之前我们也有讲过、开盘跳空跳跳空。是好是啊，你说你根本一大早你就要赶快掌握机会了。啊没掌握到。那不要再选价格了，就市价就买就对了。是没错。是不是齁、因为它一定会涨 10% 嘛。10% 嘛，那等着明天你就是享受 10% 的机会。哇，那过年还没到我就已经好像可以去退休了一样了。好，那它的筹码面跟技术面。好，那技术面强齁、那稍微刚开始涨的时候量有时候会出来一点点。是等下过几天它就吸售、那像外资它持股有4000多张。对。它开始也会小卖一点点，那都没有关系，因为它只有4000多张。因为大家自营商也就有持股，对啊，难免它就会稍微调节一下。是啊是 啊。那这一档股票上个月10月份的时候营收是都是正了，月增了、年增了。年增 你这知道月增加年增增加意思就是比去年比更好更好嘛，这个你都知道齁。对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许博士在
讲解的部分也是这么的浅显易懂，就是帮我们小资族，因为我们也不是说什么哎都找那种1000多块以上啊，对，或者是我们找的都是低价同板股，所以哎真的想要翻身，真的想要自己领年终的我们投资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李周标股日报哦，因为我们一天也才55元，来我们少喝一杯珍珠奶茶，哎搞不好现在55块珍珠奶茶还不一定买得到嘞，所以学会投资，让你的钱哦才能财富早一点饱饱的，饱饱满满的哈、好，那我们除了华晨之外，我们接下来再一档，这一档是刚刚这一档是做连接线材，那这一档哈、利明，啊，利明，你看也是9点跳跳空涨停，它是做塑胶壳、塑胶机壳、我们知道前一阵子上半年机壳，对，啊，机壳股都很强，它也是有做机壳啊，塑胶的件，哈、它也是跳空涨停，一开盘就跳空涨停，好多跳空涨停的，啊，你没有掌握到资讯，你就不知道要去买什么，是啊，是啊，是不是？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术，它已经开始量缩了。量缩也就表示说，哎，开始吃到还会后面还会再涨啊，哈、哦。那外资呢也是有400多张啊、哦。那虽然说它的小卖，那自营也有持股。对啊、哦。那另外就是说它的营收的月增跟年增啊、哦，也是增加的，是都是增加的啊、哦。那于那个营收有虽然有一点点衰退，但是在收敛之中。就是收敛之中。没关系、我们大家都不要看到黑影就开枪了、是。有时候这个状况啊不是你们表面上看到的、对。因为我们许博士团队呢是真的是跟你们分析的很透彻、让你知道哪一些股票是真的会有涨停板的好股票。是。赶快加入李周标股日报 02-7725-1393, 有任何问题赶快拨打电话询问我们助理哦。那如果你在想说标股日报到底是长怎样子的呢，来标股日报呢我们现在拿的是实体版的。那实际上你们拿到会是电子档，那里面呢就会有新闻啊、盘后分析啊、国际的新闻也都会有哦，国际的股票分析也是有的。那另外还有波段操作，跟最重要的就是五档标股。那一天55块，里面到底有什么呢？不只是五档这个标股，在连新闻里面都很有可能会出标股在里面哦。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善尽这个资源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利明，利明讲过了，讲过了，我们的重达，重达。重达是跟那个9.5分涨停了、那之前我们就推荐过了、那这个是开始有点有量增、那外资持股28000多张，看好吗？看好，是20000多张。那是自营商也是持股，那是投信也是持股，我们还很少说投信持股，对不对？对，它还是投信持股，它是营收是月增年增、都是这个营收是在增加的，上一季也是增加的。那是做光通讯的，所以这个小就可以留意哈。最近光通讯是真的是蛮火红的啊，所以说如果你不知道现在财经新闻到底在火热什么，哎，加入我们标股日报，许博士都会帮你整理好哦。哎，那许博士，我们是不是还有一档？再一档了，最后一档了，因为我时间来不及。之前也讲过嘛，365的西盛哈，那10:15了，一度涨停。哇，我们讲哦，一度涨停。有时候节目讲完以后、又再上去一次啊！你这个节目出去以后啊，这个有人就开始追了。我们是加持啊，是啊，当然一样。我们之前讲过，外资有持股，对，那内资一样，自营商也是持股啊。这档是做那个笔电的电池、你知道电池很夯嘛，对不对？电池就很大家都需要的嘛，所以他就走对了嘛，是。所以说你如果不知道该怎么找到好股票或是好的这个厂商哦，就是赶快加入我们许博士团队，加入我们标股日报02-7725-1393，赶快拨打电话进来啊！你也不用担心我们是诈骗集团啊，我们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哎，问问他说，哎，请问这个理财周刊我们这个标股日报，哎，这个要这个就你就直接打我们电话进去嘛，然后。去查，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一间公司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进来加入我们的标股日报，那这样子才能帮助你的财富才会早点到哦。那许博士，我们今天啊也不用讲太多了啦，我们真的是讲的够多了。我们其实甚至以后那个华冠，我们再一天啊，后面都不要讲了，我就讲说又涨停了啦，那大家不用看了啦，赶快加入就好了啦。看这么多啊，不如赶快行动哦。那我们标股日报。今天就到这里了，那我们谢谢许博士，大家拜拜拜拜！庆祝理财周刊24周年庆，李周 TV 观众独享拨打电话02-7725-1393，立即获得最新一期理财周刊，抢先掌握最新理财资讯，洽询专线02-7725-1393，02-7725-1393。